一直都是这个画面，有什么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看到是一对 CP， 姚望和杨叶明。谢谢，我只是橙子，拜拜。我对我朋友都很好啊，但是如果说我不认识这个明星，我可能就会无所谓啊。只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又特别的有 CP 感，哎，这真的是，曾经的我也是腐女一枚啊。我觉得现在能够挤进电梯的粉丝都非常的幸运，要是一个一不小心又挤到这个杨叶明和姚望的胸前，那就更开心了，是吧？